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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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法句譬喻经》。《法句经》有南传、北传、藏传的。那么我们汉传的《法句经》啊，基本上是这四本啊。那我们现在要上的这个是第二本的《法句譬喻经》啊，那么《法句譬喻经》跟《初要经》啊，就照它的年代啊，那么先后次序啊，就有这四本。那《法句譬喻经》跟《初要经》后面都附有故事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法句经》再加上故事，那么它把它叫做《法句譬喻经》啊。那所谓的法句基本上就是啊，把佛法、把佛陀说的法，那么用记诵或是佛陀所说的记诵，那么把它编辑起来啊，那所以叫做法句经。那这个譬喻基本上啊，以浅喻深，借比喻此。那最重要的就是啊，让人家听了啊，那么能够理解，能够相信，能够欢喜。那能够呈现出佛所要说的道理啊，所以叫做庄严义论义，阐发这个义理啊，能够借这个故事啊，或者借这件事，能够让你很深刻的理解他要告诉你的道理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是所谓的法句譬喻经。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课本啊，看我们的课本啊。他说：“晋氏啊，这西晋的啊，那西晋是三国之后啊，那统一的，统一三国的啊，西晋、东晋啊，那么后来变成东晋、西晋、东晋。那么佛法在魏晋南北朝算是啊，那么开始非常的兴盛。那沙门法具共法力义，那这个是在西晋末年啊。”啊，三百多年了啊！那西晋是256年到316年啊，它大概在三百多年这个地方啊。那么翻译的那这两个应该都是啊，不是印度的人，是应该是西晋的人啊的出家人啊。啊，他们两个翻译的啊，那这两位我们比较少看见啊，那。他们的生卒年也都不详啊，就不晓得啊，就是说对他的这一些事迹啦，我们比较不知道啊，不是像鸠摩罗什啦、真谛啦这些我们比较熟悉、比较清楚的啊。那法句跟法力啊，那法句最早的时候，主法夫西晋最有名的译经者是主法夫，译的最多啊。那他帮他做过笔录。然后跟这个法力一同翻译过经典，然后自己独立也翻译过很多经典，啊啊，大概这样。好，那我们来看，还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也稍微再了解一下所谓的法句经。那法句经是佛陀时代啊，佛陀时代就已经有结集的经典。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结集的阿含经是，我们现在的阿含经是大迦叶结集的。但是法句经是在佛陀时代，佛陀时代佛弟子就结集的啊。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啊。他说记载阿那利有一天早上一早起来就在那边诵法句经啊。那这法句经是佛陀时代就有结集的，那因为佛陀时代就有结集，也流传在民间，所以啊，据说大家是结集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纳进来。
啊，那到第二次节期的时候才有把它纳进来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所谓法句譬喻经，我们大概说一下就可以了啊。那现在来看课本啊，第一页啊，那么第一卷叫做无常品啊。那这个标题很明显的在告诉你啊，诸行无常，世间无常。他告诉你无常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你要把握得人生的这个啊这个机会，这个时机啊，要好好修行啊，基本上都是讲这样。好，那我们先来看啊，无常品第一啊，他说习者天地四啊，这里是天地四，五德离身。好，那天地四，天地四就是啊，一般有时候叫第四天啊。那么第四其实就是道立天主四体还阴，他的名字叫做四体还阴啊。那这个四是指他的名字，简称啊，天地四，天地四体还阴啊。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天是指道立天啊，道立天主啊，这个道立天主像皇帝一样，道立天主，道立天主啊，他的名字叫四体还阴啊，所以这里简称叫做天地四。那有时候会叫做地四，有时候叫做第四天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其实就是我们民间讲的玉皇大帝啊，那玉皇大帝大概就是他的神格啦，基本上就是啊，印度的道立天主啊，那他管33天，就是他那一天里面总共有，他不算的话底下有32个王啊，然后他是最大的啊，那东西南北各有8个啊。那总共加起来就32个，包括他就叫做33天啊，那是在道立天的在欲界天的第二天啊。那他说他五德离身，那五德离身一般的经典写作五衰相现啊，五衰相现。就是他的升到天上都有他的功德，就是他有他的德恨，那么就是他的福报了。那这个五德离身其实一般就叫做五衰相现，就是他的福报要用完了，他的福报要用完了，所以他开始现起那个衰相啊，就好像我们就是衰老一样，就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啊。那天人不跟我们一样，天人不会老，但是他会有衰相，衰相现起他就要死了。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老病啊，要死之前通常都经过老跟病啊，然后慢慢慢慢啊，然后就进入死啊，其实是这样。那天人没有啊，他一旦有衰相现，他基本上就表示说他要死了啊。那这五种，所以他说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那么天人都知道啊，那么他差不多啊，这个要离开这个天上了，福报用尽了。那通常哦，通常众生会死，不管你是天啊、人啊、鬼啊、畜生啊，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人会死，基本上主要就是两种原因而已，一种叫做寿命尽，一种叫做福报尽啊。那么寿命尽，比如说一般来讲啊，比如说一只狗，它可以活10年，10年到了它就差不多要死了，顶多再多一点啊，15年啊，12年、11年啊。那人的话，假设说活100岁，那每一个时代的人活得不一样啊，那最少10岁，最多有84000岁啊。这弥勒佛那个时代的人可以活84000岁，那释迦佛时代的人大概就是
100岁左右啊。然后如果啊，那么就是这个节出啊，就是说这个节到最后了啊，增减就到最后，最低人寿只有10岁啊，那么就大概就只能活10年。那么超过的有，那不会太多，大部分是活不到的，活不到那个寿数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假设啊，这个时代的人可以活80岁，假设了啊，那这个超过80岁的不多，不到80岁的很多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四大洲都是这样，只有北俱芦洲，四大洲里面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阎浮提都是啊，都是活不到岁数的比较多，活足岁数超过的比较少。那北俱芦洲的人不一样，北俱芦洲他的福报算是比较好，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可以活到足岁。那天人来讲，天人来讲基本上多数都可以活到足岁啊，但他寿命尽就表示他福报也尽啊，因为他是因福报而升天的，他的福报用尽了，他大概升天，升哪一个天不一样。如果升刀立天，假设活1000年，假设我们只是假设，他活1000年，那1000岁到，就表示他的福报用完了，他就要死了。所以天人基本上福报尽跟寿命尽是一起的，那人就不一定，人寿命尽，福报没有尽，他也要死；福报尽，寿命还没尽，他也要死。那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寿命尽比较多，但是有一些人，那么寿命还没尽，比如说他这一世来，依他的前一世的业来讲，他这一世可能可以活80岁，但是这一世他伤身害命，作恶多端，不孝父母那么又浪费反正这一些，他很快把他的福报用完了。就是损福啦，你损福报，那损福报基本上就是你做了一些缺德的事，缺德就会损福，那特别是像杀生，然后忤逆这种就伤害比较多的人，那么这种就损福快，损福快虽然你的寿命还没尽，你还是要死，那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只有少数的人，也有少数的人，他的寿命已经尽了，但是他因为忽然间造了很大的福报，他可能可以延寿，那其实是这样。好，那天人的话，福报尽，大概寿命也尽，寿命尽，福报也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显现一些现象出来所以他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好，那天人跟人不一样，人可能升天，可能堕三恶道，天人不会再往上升，天人基本上都往下掉。为什么？到天上不太容易修行，也不太会修行，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修行所以天人往上升的非常非常少。虽然天上刀立天也有在说法，刀立天也有在说法，但是他们要修福报的机会不大，不大，因为天上大家都过得很好你也不用布施，也不用持戒，也不太用忍辱那么，而且因为天人太幸福了，所以即使听到佛法，他也不会及时行道所以天上的天人。多数那么都是享受福报而已。那福报尽了，他就要往下掉他不太可能说比如说欲界天的人，不太可能说修禅定到色界天，很少，几乎没有天上有修行的大概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声闻的净土，叫做五净居天那证得三果的人升到那个五净居天，那个是在色界天。色界天，色界有18天那四禅有9天，那四禅最后的那个5天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就尽大家先听一下就好
那有空我们再来啊，再来慢慢讲啊。就是大概这五天，那么他因为他已经证三果了，那他到那里还是继续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证阿罗汉。那其他的天升到天上，因为太享福，多数不会再修行，所以真正想修行的天人，都希望啊，在阿含经里面有说过，都希望死了能够升到人间有佛法的地方，啊，所以天人过去在人间有修行升天的，他希望他这个天福享尽下来的时候，可以升到有佛法的地方，有三宝的地方，可以继续修行啊。其实是这样的，那在天上不容易修行啊，天上就是他比较庄严，他活的寿命长，他的福报大，失一得一，失十得十嘛。啊，他吃饭不用去买米，米不用去种稻子，都不用的，他想就有，想就有，啊，衣服不要去买布，不用去纺织，啊，他想就有，也不用去裁缝，一想就合身，自动合身，所以我们叫做天衣无缝嘛，无缝啊，就是不需要裁缝，啊，那天人吃饭也不需要我们啊，就是去张罗，也不用洗碗啊，都不用。那因为过得太享受，所以没有苦，没有苦不会想要修行离苦啊，啊不会，所以多数的天人寿命尽都往下掉，所以他说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啊。那天人是这样，他出生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是化身的，跟我们胎生不一样，而且一化身大概就是五六岁的小孩子，啊，或者四五岁的小孩子不一定啊。那他一开始就会想，哎，我是从哪里来的？哦，我是从人间哦，台湾来的哦。然后我为什么会升到这个天上来？这里是哪里？哦，这里是刀立天第几天？哦，那我为什么会升到这里来？哦，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啊，然后在道场啊受八关斋戒哦，然后布施持戒啊，所以有这个福报，我升到这个天上来。他会知道，他自己就会忆起来啊。他就会知道，他以什么因缘升到这个天上，这里是哪里啊？然后他要死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哦，我要死了，我会死到哪里去？那基本上天人都比较有这种能力的，那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也知道哦，我是从哪里来的？哦，我要到哪里去？我如果这里命寿命中我要到哪里去？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但是天人大部分是知道的。好，所以他才会说自知命尽，当下生世间，生到哪里去呢？啊，生到陶作家受驴胞胎，就是一个做陶的人家啊。因为印度有很多那种做陶的啊，陶器的，装水的啦，啊，装饭的啦，装什么的，因为他们都要去拿水来干嘛？很多陶器，那么。天人他会知道他要升到哪里去，啊，那他知道要升到这个陶作家，就是啊烧陶的这个人家，啊，那么不是升到这一家人里面，升到这一家的人的那个驴，啊，他有养驴子，那么以前的人在这里，就是这些陶作，就是做陶的这些人家里面，他有养驴，养驴做什么？要磨啊，那个驴会磨，或是在这个。做好的陶去市场卖，啊，那我们像我们台湾比较少养驴，多数都是养牛，啊，养牛，那么很多东西都用牛载啊，牛车载啊，那他那里是用有驴，好，所以会升到驴胞胎，就是做畜生道了，啊，做驴啊，那么升到那里去，好，那这个是一开始讲这一件事，那我们说过这个叫做譬喻经。譬喻经基本上就是底下有一个寄送，那这个寄送他给他配一个故事，啊，那我们知道以前那个法句经那个寄送是便于背诵的，他只有寄送没有故事，所以他把原来佛为什么讲这个寄送或为什么这个寄送，把那个故事再说出来。那有一些故事当然是编的，啊，或是有一些故事大家流传的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对照不同的版本，你会发现有时候讲的故事不太一样
啊，有时候完全不同的故事，一样的故事，但情节不一样，啊，就会发现到这样。但这个没关系，它重点是在给你讲道理而已，啊，所以这我们稍微要知道。好，那这里来讲，那什么叫做五德啊？什么叫做五德？那通常五衰象限的话，那么讲的差不多，差不多了，但也不完全一样啊。那第一个啊，五德就是他的五种福德啦，因为天人都有福德的嘛，才升天的嘛。第一个身上光面啊，那这个就是天人都有光啊。那身上光面这件事，如果在其他的经论里面讲，通常都是讲衣裳垢腻，就是他穿的衣服脏掉了，衣裳垢腻啊。通常是这么说了，但是这里是写身上光面。就是身上穿的衣服脏掉了，天人的衣服是不用洗的，像我们穿脏了就要洗衣机洗，要用手洗，它不用，它不会脏啊，就好像那个荷叶，你知道吗？它不染尘，它不会脏啊。那天人的身体也不会脏，他身上穿的衣服也不会脏啊。那这里是说，这里没有用衣裳来讲啊，就是他用身上光面，他身上有光啊。那基本上来说，人的身上也有光，人的身上也有光，可以说有情的身上都有光啊。那只是光的范围大小强弱不太一样，还有颜色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光当然是佛啊，金光，而且可以照耀三千大千世界。那人要看，那这些光从哪里来？其实它就是一种能量，我们叫做一种磁场啊。那你善。善的能量啊，那么解脱者的光就比较强啊。那么再来就是善的力量也有光，恶也有，但是那种光就比较暗，比较不好的啊，那个就不叫做光了啊。就是说，你如果福报越大的光就越长，光就越大啊。那么智慧的光跟福报的光又不太一样啊。那天人其实是有光的。那他身上的光已经减少了，啊，就好像那蜡烛，蜡烛开始光要暗了，就表示这个蜡烛快烧完了，啊，一样的意思。那这里是说身上光面啊，那但是这个比较少经论这么说，通常都是说衣裳垢腻，身上穿的衣服脏掉了，通常是这样了 啊。那么第二个头上花尾啊，就是。天上会下花不会下雨，人间会下雨，那没有下花，但是天上会下花不下雨。那天上下的花掉下来到地上，啊，那没有多久就自动不见了，啊，它也不用扫。那天人的头上基本上会有花，啊，那这朵花不会凋谢，啊，就不会凋谢了，就好像我们头上有头发一样，啊。那头发开始变白啦，或是开始变没有啦，或者怎么样啦，就表示老了啊。当然也有人年轻就白了啦啊。那但是就是说，天上的天人头上的那个花，它如果它活一千年，那个花就一直一千年不会凋谢，不会枯萎，不会枯萎。那你看那个花要枯萎，就表示花要凋谢了。那天人头上的花要凋谢，就表示这个天人要死了啊。那头上花尾啊，那所以啊，这个是第二件事啊。然后第三件事不热本座。那天人他有宫殿啊，不同的天福报不同，宫殿大小不一样。那如果是天地室的话，他就有那个天地室坐的那个位置啊，本座就是他的，比如说他自己有他的座位啊。那有些天人他也有啊。那么这里是讲第四天，就是刀立天主。那如果在阿含经建立阿含经里面，不是讲刀立天主，他是讲天人刀立天子的天人啊，天子啊的儿子啊，他这件事，所以说不同的故事
讲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但是没关系，他都在讲这件事。那不热本座就是他坐不住，坐不住。那一般的天人，他的威德到的时候，他坐的是坐很稳，坐得很稳，那福报稳固嘛。那如果他的福报不足了，福报不足啊，就好像地基不稳一样，他坐不稳啊，坐不稳，坐不住啊，这个叫做不热本座，就是其实他就是身心躁动，身心开始躁动了啊。那么身心躁动的话，就不热本座，那个就表示他的福德要不足了啊，其实是这样。那第四个腋下汗臭，通常啊，通常天人不会出汗，就算出汗也不会臭啊。那么开始腋下会出汗啊，而且有味道啊，有味道，这个也是表示啊，他快死了啊，他闻他身上有味道啊，那么开始觉得身体啊，身体有汗，而且有汗臭味。那么这个基本上就表示他就知道他快死了。那么我们人其实也有啊，人就是说人如果快死了，他也有一些征兆，有些人会知道啊，我已经快死了啊，就是鼻涕啦，或是大小便失禁啊，好像就这些啊。然后他有时候他会知道啊，我已经快要死了啊，这身体好。那么第五个尘土着身，尘土着身，一般来讲，他是说身体臭秽啊，那或者尘土着身就是衣裳垢腻啊。那么一个就是啊，除了这前面讲的，有的就是身体臭秽啊，就身体啊，身体开始会脏，身体臭秽开始会脏。开始会脏了啊，那么这五件事就叫做五衰相现啊，那也叫做五德离身啊，就是这个是法句辟经讲的，用五德离身，一般都叫做五衰相现啊，五种衰相出现啊，那表示他的一些福德啊已经快没有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好，以此五事自知福尽啊，因为这五件事知道自己福报要尽了，所以他非常甚大愁忧，就好像有一些人啊，觉得啊我已经快死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年轻就快死了啊，他就会很担忧一样。因为天人不太会老，天人不老不病，但是他会死啊。那有一些年轻人啊，他检查出来啊，之后只剩下一个月、三个月啊，他很担心啊。然后天人因为他不老不病嘛，啊，所以他死了，他一下子即使他知道他寿命尽，他也很难接受啊，他也是会愁忧的啦，因为众生都怕死嘛啊。好，所以他开始想自念啊，自己这样想：三界之中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稍微说一下。一般我们把它说三界六道，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界是类别的意思，就是生命呢，有情的生命啊，它基本上我们把生命，佛法把生命体啊叫做有情，有情事，有情爱啊，有情生命。生命本身分三大类，在佛教里面分三大类啊，那么一个叫做欲界，这个界是类啊，色界、无色界啊，那我们人是在欲界里面，那欲界有六道。欲界有六道啊，有些说五道啊，那么天啊，人，我们在这里啊，阿修罗啊，鬼啊，鬼通常叫做恶鬼，因为恶鬼比较多啊，畜生啊，叫旁生，然后地狱啊，那我们是在这里，那人又有四大洲。
那么这里都是天，色界无色界都是天，所以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基本上就叫做三界六道，啊，六道。那四体还因在这里，那天有六天，天欲界有六天，啊，四王天、四王天，那么刀立天、刀立天。焰魔天啊，我写一写再给你们看哈。啊，刀立天、焰魔天，多帅天，化热天，他化自在天。好，那刀立天主在这里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在这里，魔王在这里，啊，一般我们说的魔王啊，天魔幡，天魔幡啊，那过来，过来就是色界天，色界天一开始啊就是梵天，啊，初禅是梵天，啊，梵众梵府啊，啊，然后后面还有啊，还有很多天啊，这我们就不讲了。那么梵天就是我们说的上帝，啊。那佛教里面叫做大梵天，大梵天王，大梵天王一般有时候把它叫做湿气，那么这个他化自在天一般是我们一般说的魔王，他为什么叫魔王呢？因为他以这个欲界天所有众，就是六道这些众生的人的快乐为快乐，那么你快乐他就快乐，但是你要出他的境界他就不快乐了，啊，所以他一定不会让你出这个欲界，你要出欲界他不欢喜，啊，所以他会障碍你，啊，威胁利诱让你不得出这个欲界，啊，所以我们把它叫魔王，啊，那你好好过生活，不要想着，啊，要出境，啊，那他就没关系，那你如果要修行要出欲界，要出三界，他就会障碍你，啊，那他障碍不一定是伤害你，他有时候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知道你贪财，他就让你赚很多钱，啊，你开始要修行了，生意就更好，啊，那让你有很好的姻缘，啊，知道你贪色，就找来你最喜欢的人，啊，就忽然间就喜欢你了，啊，就反正就是这样，啊。那所以有时候就我们把这个他化自在天叫做魔王，那这个是弥勒菩萨住的地方，啊，这个是第四天住的地方，啊，我们在这里，啊，那天人基本上都会往下掉了，啊，那这个故事里面的天人堕到畜生道，啊，那畜生道也有很多种，高等的畜生、低等的畜生，他堕到驴，啊，做驴，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是三界六道，一般我们讲三界六道，啊。那六道都在六道欲天啊，欲界都在这个都在欲界里面啊。那色界基本上这个都是有禅定了 啊，这个寿命就更长了 啊，这个寿命是算劫的，这个还是算几千岁、几万岁而已啊，这个是算劫的，这个是算几万大劫的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就越上面他的福报越大，寿命越长，享受越好啊，大概这样好。那所以他这里讲，他说他这样想，三界之中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里面了啊，讲大一点就是这个宇宙里面了啊，这个三界中啊，就是一切众生济人苦厄，唯有佛啊能够帮助人，就是能够帮助众生啊，因为他也不是人嘛，他是什么？他是天啊，啊，那佛是人天师，其实是一切众生之师了 啊。但是因为只有人天可以修行，人天可以解脱啊，所以基本上叫人天师啊。他说在三界中啊，能够帮助有情众生啊，那么离苦得乐的苦厄啊，就是能够让有情众生可以离苦得乐的，就只有谁最有办法？只有佛。那么其实并不是只有佛啊，其他的天人其实也可以帮助，但是。他这里的苦厄并不是说，哦，你没有饭吃啦，啊，如果你没有饭吃我给你饭不一定要佛啊，你生病了我带你去看医生也不一定要佛啊，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人家真正啊离苦得乐，离的是什么苦？离的是轮回的苦啊。然后当然佛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帮助啊很多众生解决很多问题。那佛陀说的法就叫做灭苦之道啊。其实我常常说，佛法就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离苦，离苦的方法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佛法最重要是讲这些啊。那么说只有佛啊，就是看来看去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啊。其实就这样啊，就是说其实佛是最有能力的了。其他人虽然有能力，但可能不究竟啊，那不圆满啊，不广大。好，于是奔驰啊，就赶快到佛那边去啊，就是他从天上下来到佛那里去。那个时候佛在奇舍觉山十四中，奇舍觉山就是我们说的灵鹫山，灵鹫山在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啊。那在佛法里面啊，有两个地方啊，就是你会常常看见佛四十五年啊，有超过三十年是在这两个地方。四十五年当中呢、啊，大概有将近三十年是在这两个地方啊。那么一个就是舍卫城啊，这个是最多的啊。舍卫城是乔萨罗国的舍卫城啊，以及摩羯陀国的王舍城。这个写，啊，一个是摩羯陀国的王，这两个离得很远，有一点像是从台北到台南啊。啊，就是假设一个地区啊，就是两边离蛮远的，啊，佛陀的活动范围啊，那么一个是摩羯陀国，它叫做王舍城。那舍卫城有时候叫舍卫国啊，其实它不是，它只是一个都市，它不是一个国家，但是通常有时候叫舍卫国啊，其实舍卫城，那这王舍城，啊，那舍卫。乔萨罗国的舍卫城啊，佛陀在这里至少有22年啊，啊，这里大概有7、8年啊，就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合起来，基本上就差不多30年。另外一个比较常去的就是毗舍离啊，在中间，在摩羯陀国跟乔萨罗国的中间。好，那先讲这两个，乔萨罗国啊，现在我们说的是摩羯陀国的王舍城，王舍城主要有这个竹林精舍，它是第一间寺院，竹林精舍。那么舍卫城这边有奇岩精舍，奇树及孤独岩啊，那么还有啊，在灵鹫山啊，灵鹫山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奇舍觉山啊，灵鹫山，佛陀也常常在那边说法啊，就是常常说法的地方。那奇岩精舍也有三间寺院啊，那还有另外在东边还有一个东岩精舍，鹿子母讲堂啊。但主要是奇岩精舍跟竹林精舍、灵鹫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常见的。乔萨罗国的国王是波斯匿。皇后是茉莉夫人。摩羯陀国的国王品婆娑罗，
王后是韦提希，他们各有一个不孝子，啊，这个是毗琉璃，琉璃王啊，灭世家族的，这个是阿哲士，啊，帮助提婆达多，帮助提婆达多，啊，那么这个破和合生的，啊，不过阿舍斯王后来忏悔了啊，那帮助大家是结集经典啊。不过他们，你看，你看哦，这个波斯尼跟莫利夫人那么护持佛法，那么护持佛法哦，啊，那品婆娑罗王跟韦提希也那么护持佛陀，他供养的阿罗汉不知道有多少啊。那么佛陀也都是供养的，你看福报修那么大，他仍然有不孝子啊。他仍然有不孝子呢，啊，你所以你不要埋怨说啊，我又受五戒，又受八关斋戒，又布施，又持戒，又吃素，啊，我命为什么这么苦？人家你做的有他多吗？你做的没有他多啊，啊，这业就是业啊，这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说啊，看在你这么虔诚的份上，佛陀视你免苦啊，没有这种事，业要自己受，做了就自己受。啊，但是他因为知道他受这个苦，他不会埋怨，啊，其实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护持佛陀那么大啊，莫利夫人也是啊，你看，啊，而且很有智慧，他都出了一个不孝子，啊，而且都对佛教有伤害，这个是灭世家族啊，毗琉璃去灭世家族啊，灭世家族啊，那这个。这个是赞助提婆达多破和合身的，啊，他没有破和合身，但是他赞助提婆达多啊，破和合身啊，提婆啊，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哦，好，那这是我们讲到现在讲的是摩羯陀国啊，在灵鹫山啊，在这里啊，佛陀那个时候在这里，那是最早的在竹林精舍，后来须达多去竹林精舍听经，听了正出国，赶快回到这个他的故乡乔萨罗国，找一块地要盖精舍，就找到奇陀太子啊，他们有一个奇陀太子啊，跟他买地，啊，跟他买地，他盖了奇眼精舍，后来就大部分都住在奇眼精舍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佛陀比较常说法啊，常在这个地方。那最早是在竹林精舍啊，好，然后也在灵鹫山啊，这个地方也很多讲过很多经。好，那这个时候他说佛在奇舍觉山。其实就是灵鹫山啊的石室中石洞里面坐禅入普济三昧。好，这个普济三昧哦，我查所有的经论里面没有这个三昧。好，所以我们先稍微来讲一下啊，那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从他翻译来看啊，佛教有三昧，三昧又叫做三摩地，又叫做三摩体，其实就是心专注在一个境上啊。我们先讲一个三昧，先讲三昧。如果依声闻的法来讲啊，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小乘啊，就我们简就是依世间的说法了啊，小乘大乘来说了。那三昧有时候叫做三摩地。有时候翻译叫做三摩体。好，那依声闻法来讲，三昧就是定，就是定啊，禅定啊。如果依大乘法来讲，大乘法的三昧是定慧均等，它是重在定啊，就四禅八定多知三昧啊。那么但是大乘的三昧啊，基本上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的，啊，
定位等词。那这个小圣的定就比较只是定啊，它叫做心一静性，心在一个静上啊，那么非常的专注啊，心一静性。那这里讲的普济三昧，它有很多的三昧，三三昧、百八三昧、五百三昧啊，非常多的三昧，无量三昧。但是经文里面啊，因为现在查很容易嘛，没有普济三昧这个这种三昧。好，但是它是翻译的啦啊，所以普济的意思，普济的意思很容易就知道它是什么，普济众生嘛，普度众生的意思嘛，啊。那么普济众生啊，假设入普济三昧啊，因为它这是这个入这个定，它主要是定，所以它后面有讲到啊，它后面有讲到这个佛从三昧起啊，就下面行佛三昧觉，就是从三昧起啊，这很明显的这个是比较偏向于这里定啊，下面有啊佛下面那一段啊，佛三昧起，三昧觉就从三昧中起啊。啊，就是在第几行？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啊，佛三昧觉啊，所以它是偏向于这种定。那从定中起啊，那这种如果普济三昧是一种定的话啊，那不是像大圣那一种啊三昧，那这个基本上可能是指无量心、无量三昧。无量三昧就是四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它是修定的啊，修定的。持无量心，喜无量心，就四无量心了、啊。它叫做无量心三昧，或叫做无量三昧。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散发对十方一切众生的慈悲喜啊，平等冤亲平等啊。那么这个可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普济三昧很可能就是说，他是说啊，那入这个。啊，慈悲喜舍三昧就是无量三昧了啊，我说叫做无量心三昧啊。那这个只是我们猜测的啦啊，真是因为你找不到有普济三昧这种三昧嘛啊。那他是翻译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好，那他这个不是重点了，就是那个时候佛在入定了啊，他只是给他一个普济三昧的啊。那这种三昧就是要怎么利益众生的嘛啊，慈悲喜舍啊。那这个就跟这个故事有符合嘛，因为他想说佛能够度一切众生的只有佛嘛，啊，所以这个时候佛入这个无量心三昧啊，就是说普济三昧啊，有可能是这样了 啊，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一定是这样啊，不过因为没有普济三昧这种三昧啊。好，他说天地见佛啊，那么这个时候第四天啊，天地就是这个四体还阴啊，就是我们讲的玉皇大帝啊，啊，因为他五衰相现了嘛。那不过我们说真阿含不是说他啊，是说天子。好，那么这个时候他来，因为佛在灵鹫山的山洞里面啊，那么他就来跟佛顶礼啊，顶礼。